现身，粉丝立刻疯狂。带着白色毛毛的润露出微笑，轻轻挥手，才短短五分钟的入境路程，粉丝开始追逐。小心小心！小心，现场两百多名粉丝上午就来到机场等待，不只有海报、电子灯看板、自制白衣帽 T 外套，甚至还有人造型超级特别，就希望偶像能够多看他一眼。我会想说要戴这样子这么可爱的那个帽子吸引他，但是他们那个绑那个神经病患的衣服。终于等到 Rain 出现，第二度来台开演唱会的 Rain 再度让粉丝为之疯狂。TVBS 新闻赖思豪、林志伟、陈嘉莹 SNG 小组桃园机场报道。